time ago.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啊！我是小王王启春啊。曾经有报道给予星系这样子的形容啊，星系它的下雪量远远超过北海道，气候很严寒，生活很困苦，雪崩啦、地震啦，样样都有它的份。在日本，星系人说什么？他们第二惨，就没有人敢排第一。但上帝给了星系很多的倒霉，却也给了星系很多的礼物。这个新闻的标题很有趣，也很贴切。日本星系好久以前，这个地方啊，天啊弄不天啊鬼，而且以前啊，中文很不好啊，我星系啊还会念成星谢，我还早谢了哈、啊。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所以呢，有没有念书啊，很重要啊。你跟我一样有听过星系吗？你听过星系？还是只有听过星系的名，而星系近海约70公里处还有一个叫佐渡岛，是日本本土以外啊最大的离岛，它又被称为叫做恶魔没有摧毁的岛，原因是因为当地传统的民俗表演鬼太鼓，据说流传于500年以前，当地传统的一种啊带着吓人的这个鬼面具，跳着呢驱邪招福的这个舞来求神明，希望这一年呢平平安安，那生意兴隆，然后呢五谷丰收。佐渡岛也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三大金山之一。那过去呢曾经为当地呢带来极盛一时的这个繁荣啊，江户幕府时代重要财经支柱，当年年产黄金多达400公斤，占世界黄金产量 5%。而佐渡岛呢离这个日本本土呢有一段距离啊，因此古代也是这个被流放政客拢给来到家，但大家来到这边最大的重点啊，全部都是被一部宫崎骏的卡通所吸引过来。大家有没有看过宫崎骏动画神隐少女？知道他们是达成什么交通工具吗？啊，就是佐渡岛独一无二的这个小盆舟啦。那盆舟呢，意思是把大型的木桶呢当做这个小舟来划。那在佐渡岛西南的这个小木港湾里啊，这里的海湾蕴藏丰富的这个海菜啦、鲍鱼啦、蛤蜊啊等等资源呢、啊。不过由于地形很多的这个暗礁啊、一般的船只捕捞并不方便啊，因此当地的人呢便发明了这种啊比这个澡盆啊还要大一些些，然后它可以灵活的转弯的这个盆舟。那盆舟呢完全呢、啊、是手工制作哦，采用这个生长60年以上的这个上等杉木，它不使用任何的钉啊那个铆钉啊，就以这个竹条啊捆住，增加这个盆舟的浮力，化解掉它跟礁石冲击的撞力啊，那轻松自在将采集到的渔获呢捞进来盆舟。因此从日本历史的时代，江户时代就是16到18世纪，这个特色呢就已经有了啊。那宫崎骏的动画《神隐少女》呢，现在也变成了观光客必来的地方。那还有另外一个传说故事是什么？传说在日据时代的男人啊，他们外出工作，但呢很久都没有回来。那远在他乡的妻子呢，那担心丈夫的安危啊，因此呢就划了这个盆舟啊，到星系去寻夫啊。就这么大的盆舟要跨越日本海哦，那真的很不简单呢。所以听说早期都还有这个盆舟比赛呢，从佐渡岛滑到星系啊，最快要滑多久？你知道吗？22个小时。所以你看看，你老婆爱不爱你啊？你就去买一个木桶啊，带他到海边哦，那丢在那边看他能滑多远哦。怀念日本吗？想来日本吗？今天来介绍日本星系佐渡岛。星系雄关的31楼诸路展望台，瞭望星系之美，视野有360度。除了星系四街外，还可以一览五头连峰、日本海和佐渡岛。我很喜欢星系，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这边的视野非常开阔，没有很拥挤的感觉，而且有那种日本的传统的淳朴之美，但是又不是非常的乡下。新系从山间流向日本海的信浓川是日本最长的河流，它的流域呢是肥沃的新系平原，盛产大米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超市看到新系米，最有名的新系米就产自于这边。另外，但日本海丁馆的佐渡岛，我们刚从那边过来嘛，是日本的一个大岛，在江户时代从岛上曾挖出很多的金子。新系是日本酒的产地之一，这种酒用上等大米和水做原料酿成，在许多的餐饮店里，你可以就海鲜品味这种美酒啊。可以说，在新系既能欣赏到自然的美丽风光，又能享受美味佳肴，也能接触日本古老的地方传统，这就是我想说感觉新系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咯。新系市是县的行政和经济中心，信浓川流经市内，西北部是美丽的日本海，新系有水域之称，从19世纪起它就作为与国外进行贸易的港口城市而不断的繁荣发展。东京电力大天鹅体育场在此曾经举行过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株路会展，2008年举行过 G8 八国峰会、劳动大臣会议，2010年 APEC 粮食安全部长会议也在新系召开。所以你就知道新系在日本是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咯。原因就是在于这里除了有繁荣的城市之外，它还有非常良好的腹地，还有非常良好的淳朴风景，新系就成为了东北亚的门户啊。宅邸与庭院被规划为美术馆对外开放，在这片广大的庭园里种植了130种共2000棵的枫树，是著名的赏枫景点。日式庭园是游赏庭园，也是认识日本文化的一个好方式啊。好几个世纪以来，庭园造景被视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式艺术。传统的日式造景庭园样式分为竹山泉水亭、枯山水庭园以及茶亭三大类。那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屋檐上面啊，就有下雪融化之后呢，它不让雨水直接呢滴落在地板上，而是用这种导流的方式，在屋檐旁边呢做一个排水的，然后呢一层一层、一个一个这样子滴下来。你看看啊，这就是啊。造景啊，这就是啊，艺术啊，对吧？我让插鼻啊，我就让它直接滴下来就好了。你看人家不一样啊。那在日本呢，园林当中是日本画的一种形式啊，而且所有的日式庭园当中都会带有一种风格，就是禅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在日本的庭园当中，细沙碎石是铺地的基本要件啊，再加上一些叠放有致的石柱所组成的缩围式的园林景观，偶尔也包含了苔藓、草坪，还有其他的自然元素。Thank you.
到豪农之家这几个字，就联想到台湾人常常用的台语餐厅。北方文物博物馆是江户时代地主伊藤文吉的府邸。伊藤家族从一介农民呢，经过代代累积，慢慢走向了豪农之路，最后缔造万千财富，成为越后首屈一指的大地主。接下来的全盛时期呢，更拥有了一个城市、四个部落、64个农庄以及1370万平方米的田地。不过，随着二战后农地解放，伊藤家自愿捐出与占地8800平的豪宅，不但作为纯日本式的建筑保存，也将美丽的庭园与艺术品永传于世。散发出大宅门的沉稳气质，让我流连最久的其实并非主建筑物，我个人认为是第六代伊藤家主所建的茶室兼书斋伊三乐亭。三乐取自于孟子的君子有三乐，那在这里三乐指的是哪三乐呢？一、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是指父母兄弟都健在，没有灾患，而且兄弟之间也没有怨恨，这是君子的第一种快乐，也是天伦之乐。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指仰头对天不觉得内疚，低头对人不觉得惭愧，这是第二件快乐的事，也就是承德之乐。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指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而教育他们，这是君子的第三种快乐，即师友之乐。你觉得几千年前的孟子就讲出了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很了不起啊？而且这里是世界上非常稀有的正三角形建筑。新细啊，位于本州的中部啊，濒临的日本海，南北走向，呈现了细长形。从这17、18世纪江户时代以来，就作为了日本海的交通中心而繁荣发展起来。19世纪以后，又成为了俄罗斯、韩国等外国进行贸易的重镇，而日益发展起来。19世纪是它的重点，以东南部的越后山脉为中心，连绵分布的高度呢，都在2000公尺。以上的陡峭山脉，山间的地区呢，保留着美丽的自然的风景，河流有多处的滑雪场，还有温泉哦。你知道我喜欢坐船，不管是游轮或是像这样子的船，原因是现在我们疫情帮我们拍摄的这一幕漂亮的画面。我喜欢坐船最大的因素也就来自于船在航行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得到很多自然的风景，海风吹拂，海上的生物，天空飞的鸟，那种感觉，在船上看着夕阳，那种氛围都让人觉得大自然很美，让人很幸福。
酒杯举高。今天的菜色满意吗？好不好？师傅说要看的就手，对不对？对。好，来，我们干杯！干杯！大家生日快乐！高粱有谁敢赞呐？赞！长条形，不知如何吃我。不知如何下手。卓都岛以金矿矿产起家，一切的成就、财富和名声都来自于金矿。今日的卓都金山坑道游览，完整呈现当年矿工的生活。卓都金矿是日本最大的金银矿，金矿脉就从东向西延伸约300公尺，从北向南延伸约600公尺，深约800公尺。据说，是自1601年开采近400年来，黄金的开采量已达到78吨，银呢则有2330吨。不管是苦是乐，是日本人的，而且有个重点，它很阴凉哦。坑道内常年维持摄氏10度，夏天自然的冷气让我不太想出来地面喽。但是冬天呢，它也是保持个恒温呐。但日本44个矿山遗址中，卓都金山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处。卓都岛产2种黄金，一种是在河床上挑选的砂金，另外一种是山金，也就是说要开凿矿山才能取得。之前曾经带各位体验过自己
台掏这个杀金的乐趣啊。那今天我们这边要看见的是从事山中采金矿工的辛苦之处，从1600年发现金矿开始，延续开采到1980年矿场才算枯竭，为日本国内带来的大量财富，这令人错愕的历史啊。竹的金矿有两个路线可以看到隧道的内部，中大夫坑江户金山汇卷路线和道由坑明治官营矿山路线。中大夫坑江户金山汇卷路线是在1600年代初挖出来的一条坑道，特色是当时使用全尺寸的人形再现当时的采矿状态。另一面道坑明治官营矿山路线呢，是1899年挖出来的坑道，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日本最大的金矿遗址和佐渡金山的象征——道由之歌户。道由之歌户是从矿山开山到碧山的采矿遗迹，可以看得到山的顶部因人工开采呈现一个 V 型，壮观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吧，以前的人就是在这种坑道，在这种阴暗湿气很重的地方过着这样子的生活。你看看现在的人有多幸福啊，地底下的矿坑人生，跨海的淘金梦。现在的人虽然没有在地底下淘金，但现在的人也一样不断的在现实社会当中做着淘金梦。相信这绝对是最多人来到这个地方要做的一种交通工具啊，彭州佐渡岛小木港彭州体验。佐渡岛南端的小木港自古以来就是负责运送佐渡岛金山出产金矿的重要港口之一，因为呢受到这个岩礁地形的影响，当地赖以为生的渔业便发展出一种形状如同
澡盆的木质小船，让身形娇小的女性也能够轻易操作。军民更利用它来采集贝类与海藻。一个盆舟可以坐三个人，如果比较瘦还是小孩子的话，也可以坐到四个人。其实啊，它真正的耐重可以到500公斤都没有问题了。因为呢，没位这样，所以该限制人数啊。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神隐少女》当中，女主角千寻搭着木盆小船盆舟前往寻找海上单车时，这幕有趣的画面可以说是真实的存在啊！地点呢，也就在日本新舄佐渡岛上。小盆舟啊，用单桨划着木盆舟，早在130年前就发源于佐渡的这个地方。当地呢，因为啊受到呢岩礁地形的影响啊，以渔业为生的岛民啊，便发展出这一种啊，像是澡盆类的木质小船。加丰边啊，你可以在浅滩的地方采集贝类啊、俩包鱼啊、海藻等等的、啊、岸边渔获啊。那即使是身形个子娇小的女性呢，也能够独自操作。
原本只是渔民使用的盆舟，时至今日仍是在地居民常用的渔业工具，甚至会不定期举办盆舟大赛。最有趣的记录是从佐助岛滑到哪？星系啊，哇，那个真的超远的，吓死啊！哇，这个是非一般人等啊！而且你看这些划船的女生啊，那个头顶啊，那个鬼雷啊，哈，就是草帽啊，很特别啊，远远看好像是个饺子一样，有没有？跟着这个越南的那种草帽了，完全不一样啊！那从这边到星系大约100公里的距离啊，那用这个盆舟啊，当时的记录创下来啊，耗时啊27个小时啊才划完，那也就代表说划到晚上他还在划嘞。来体验乐透旅游站。